哦，布鲁斯哦。这里有站。留意你的装备，这是能让你活下去的强大工具。圣杯有各种各样有趣的玩具，扬名立万吧，然后我们就会让你见识真正的好东西。画龙点睛的来了，别忘了你的抛绳枪，这个多功能的好家伙是寻宝猎人最好的伙伴，不要弄丢它。你要是弄丢了，我可得办一大堆的手续。好了，我们开始吧。我是星西亚，我要代表圣杯全体对你说，欢迎加入。我们现在位于潜艇总部猎系觉醒号中，这里的东西多到你想不到。我是你接下来的联络人，我为了这样，我们找了一个小岛来测试新成员。你想试一试吗？亲爱的，敬你，你看起来更像是那种只圣杯的寻宝猎人，虽然被称为叛逆者，但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你的财富在等着你，我们的财富也是。退去掉吧，哦，各位，看起来啊。
在 Facebook Message 上和我们聊天，可以拿到这个颜色。好，我们来聊天一下。不入室，我就要吓到他。布鲁斯在干什么？走来走去，还在那边给我在那边干嘛？走来走去，你就说办不到，请他去问 AI 好吗？都什么年代了，还在那边问，还在那边那个打扰别人。要跟他说 AI 好不好？射击游戏。Hello Demon。哪一款啊？我有点 Hello Demon。不知道了，发讯息，我来，哦，绝是 Hill Divers， 在 Facebook Message 上和我们聊天，聊天打个嗨，打个嗨。什么？你又跑去买绝地战兵了？吓我一大跳，想说那么冲动。好，我来换。哇，怎么今天网络那么慢？猴子，你网络真的那么慢，怪怪。恶人崛起，我应该会买。对了，应该换到了吧？还没换到吗？哦，靠，序号在这里。
飞索什么飞索？哦哦哦，你是说那个武士的日本武士那个 ？OK， 好，应该换到了。那接下来是这个是什么？简讯，简讯要怎么做？最新消息将直达你的收件夹，现在订阅即可获得一个时尚顶尖古学家。那马上订阅了，嗯，现在订阅，要怎么订阅？你已订阅 ，OK， 我已经订阅了，很好。噔噔噔。总冠 PTT OK， 欸，手机真的有点慢耶，怎么回事？你怎么慢？那真的要生气啦，生气啦我啊！叛逆者 X 小岛在等待你，到了证明你自己的时候了。通过猎蜥觉醒号的传送门前往小岛，你不会错过传送门的。你不会错过传送门的啊？龙族教育二啊，那个我应该不会买，我觉得怕怕的，不是，那就是，啊，我不知道怎么说耶，反正没有很合我的胃口，成为叛逆者的条件。那是明年的事啦，你就不用想，就等明年再说了。完全不会想要再去看他的消息，因为这是明年的事啊。看只是干瞪眼而已。那个死亡搁浅也是出二代啊，对啊，也是哇，那个真的是大脑洞全开。到底为什么可以想到这种东西？对啊，欸，然后怎么开始？哦，开始了，对，开始游戏，装备配置，热血。全部套用不早说，那像白痴一样一个就选。哎，欸，没有全部套用啊。哦，这样子。哦，这制作团队也是蛮有脑的嘛。什么东西哦？配不到人，笑死！
我再帮你联系一位资深叛逆者，让他为你提供一些源于实战经验的见解。比约森博士有点粗鲁，但他对 X 小党了若指掌，就像他对自己那异常多毛的手背再熟悉不过一样。新西亚说你很有骨气，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不堪一击，还是像石头一样坚硬。哦，配到人了。bang bang bang bang， 算了，手机重开好了，有够钝。我说完试玩版卧龙应该还好。有很多很多东西想要消灭你。附近有武器宝箱。透过地图上标记的遭遇事件找到圣符，附近就有一场。正在接近谜底，一吧，有二吗？我没印象有二。附近有人。我找到了一个东西。
在前面放置一个标记来通知你的队友。隐形链，蛮有趣的。大小就应该没毕业。附近有人，我找到了一个东西。移战利品，否则我没办法拿更多的装饰品了。电话响了。他怎么知道是这样子玩？叛逆者，看样子你用不上这件物品，不过你可以标示位置来通知你的队友，说不定他们会用得上。
OK。靠飞哦，靠飞，嘿嘿嘿，回来，哎，救一下，救一下。谢啦谢啦，
这扇门后就是你在搜寻的宝藏，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附近有人，政府的顺序不对。神器对我们的任务至关重要，立刻带着你的宝藏撤离。转移点就在附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掠夺了，返回总部吧，最好是活着回去。哦，我应该去商店买点东西。你看起来大有前途，把这个神器交给星系啊，你的叛逆者排名会一飞冲天的。我们谈谈你发现的宝藏吧。我们到 X 小岛的目的就是神器，你这样的叛把你得到的神来看看有什么力量。
不是吧？八万，太贵了吧？这笔买卖童叟无欺。既然现在你的口袋里有了 Hulk 币，就让我们买。哦，一个大胆的选择，在装置配置选单中装备你的新装备，希望它能在寻宝探险中帮助你扭转局势。我看到你获得了新的力量，作为一名叛逆者，不要停下寻找神器扩充装备库的脚步。不仅每件神器都可以解锁新的力量，转移这些高价值的宝藏更是我们晋升的保证。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神器，那就是 X 小岛。岛上的宝藏是你成功的关键，所以踏上征途去寻找闪亮的东西吧。二级产在哪里啊？哦，又是二级产。挺震撼的，对吧？一个位于海洋深处而且设施完备的射击场。简单为你介绍一下，储物柜里有圣杯军火库里的所有武器，包括从岛上取回的奇怪能量武器。弹药箱里有你需要的所有弹药。不要把东西装进你的口袋，任何东西都不能带离射击场。使用这个终端开始瞄准测试，你的目标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尽量射击更多目标，连续命中和爆头可获得加分，失误则会扣分。结束后，在你上方的荧幕上查看你的成绩。好了，我就不打扰你了。还有，如果哪里漏水了，一定要报告。射击场很容易被击穿。
圣杯重视忠诚度，因此我们创造了一个精确的忠诚度衡量系统。你只有通过提高忠诚度等级，才能让挚友对你开放更多的商品。通过挚友捐赠资源来提高你的忠诚度等级吧。虽然你的努力表明了你致力于我们的事业，但是捐赠出得来不易的战利品，无疑更能彰显你的忠诚。哎，
都这样定了。哦，我应该去商店买点东西。附近有人。遭遇事件已完成，只要你收集刚刚解锁的圣符，你就还有希望。有武器宝箱，没枪啊，搞屁啊。帮帮帮帮
们开始吧。附近有武器宝箱。你可以在遭遇事件中找到胜负，我帮你带路。啊，你正在接近谜题。找出四个转盘上的共同符号，然后射击水晶，让这些符号将柱子围起来。事件已完成，只要你收集刚刚解锁的圣符，你就还有希望。附近有人。那里有敌人。团结合作的团队才能活到最后。在前面放置一个标记来通知你的队友。忘了，你必须收集圣符才能接近终极宝藏，牢记你的目标。我找到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在让大地震动？你用不上这件物品，不过你可以标示位置来通知你的队友，说不定他们会用得上。当柱子上的符号出现在附近的基座上时，射击他们，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圣符。附近有人。你还活着吗？太好了，我原本不抱希望了，在你被干掉前拿到圣符。我找到了一个东西。否则我没办法拿更多的装饰品了。附近有人。找到了一个东西，我说该往这边走。哦，我应该去商店买点东西，转移点就在附近。
战利品。这里有战利品。哦，靠北，靠北，靠北。那里有敌人。先去杀他，先去杀他，去推，去推。哇，靠北，撞塞了。啊。啊！怎么会是救人？应该先去杀的。哇，疯掉！哎，还能复活？哎，复活了呀！附近有人，那里有敌人。靠北还是被打到了。那里有敌人。我应该去商店。这个祭坛上有一个圣符，设计雕像上方的蓝色水晶，祭拜出现的门徒兽。不
有什么东西在让大地震动？你看起来得心应手，我很满意。别忘了收集圣符，你已经收集了足够的圣符，可以开启宝库了。向着荣耀前进。看你吃个叫条了。这扇门后就是你在搜寻的宝藏，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找不到下去的路啊。附近有人。哎，靠北。
哎，干！我找到了一个东西。
一旦你占领转移点，你的战利品将自动通过传送门发送回圣杯，科学拯救世界。获取更多的神器和宝藏，我会再联络你的。我们应该当面谈谈，你值得赞美，也许我们还应该击掌庆祝。我们有很多事，你充分的听从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不过呢。圣符石指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新西亚很气我，记住我的话，将圣符石苏醒，别忘了我们。我相信，不过这只继续收集神。朋友，恭喜完成入职审，我是伯迪，给你一个建议。我叫内力，你接受了训练，你想让我留下好印象。而人们常说，忠诚是无法用金钱买来的。你现在可以看叛逆者秘传了。最优质的叛逆者秘传描绘了最优异的叛逆者，把它添加到你的装备配置中吧。
你从没想过会带着一本漫画书上战场吧？相信我，叛逆者秘传不仅仅是一个个令人兴奋的故事，用它们来搭配恰当的装备和神器，你将获得一套拥有致命力量的装备配置。没准哪天我们也会为了纪念你的征服伟业而专门出一本叛逆者秘传呢，谁知道呢？哦，先这样子。